换哈、哦。那比如说我这个有个 x 12345 6啊，你当然第一个你也可以在我们的 Python 里面新开一个新的 new 一个这个 module 了哈，以后反正都这样嘛，一个你就一 module 一直加一直加也可以啦，或者你要在新专案新的 package 也可以，可以把它用专案跟 package module 把它分开，哦，反正就三阶的，哦，啊，你可以做你专案上面的一个资料的那个各种资料不一样的那个 module， 你可以把它写在不同的 module 里面的不同的用途哦。那比如说我今天呢，针对什么呢？针对像 x 像刚刚这地方哈。 那比如说我把它 print 出来的话，当然这边底下有个 print 啊，但你我是觉得 Eclipse 还不错，就是你如果要 print 啊，你其实打一个 P 好像它就自动就出现了哈，自动就帮你 print， 你 enter 过它就会动，就帮你出现，很多地方都不用自己打，它会自动帮你跳出一些提示啊，所以呢这里的话呢，我们第一个，那假如说我把它 print 出来，因为它是一个字串，所以呢字串呢，当然如果我 另外有一个就是我把它转成 int 的话，哎，你可以嘛，在这边加一个 int 啊，比如说我这边加一个 int， 先把它转成 int 之后再 print 出来的话，哎，那结果会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那你可以看到，哎，它目前输出告诉你说，哦，它是一个 string， 它是一个 int， 有没有？它本来是 string， 但是因为呢，你有加上转型，那的叙述嘛，哦，我就帮它转成那个 int 了，有没有 ？OK。 啊，其他的话当然你可以再加一个什么呢？比如说 x 2这个是那个什么int 啦，不过 int 如果再转 int 还是 int 啦，所以很多地方不需要转，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 list 啦，哈，比如说这个是一个 list， 那假如说你今天用什么呢？但如果你这边直接加一个 x 4的话，哎，特别注意哦，因为 int 是只是单一个变数里面只放一个东西可以，可是如果你像 list， 那你用那个 int 转的话，哈。 他应该会告诉你，他转不过去，为什么？你这是多个，要放在一个，他没有办法帮你放进去，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资料型别哈，它会出现错误，哦，有没有？他说你这个 argument 里面的话哈，必须要，你是一个 number， 不是一个 list， 所以他没有办法帮你转换哈。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你变成如果说你要把那个 x 4的那个 type print 出来的话，那当然你就是怎么样，把 int 转型拿掉。 OK， 然后就把它做输出，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它就会出现 list， 有没有？它的形态，因为我这边 x 4哈是一个 list， 那其实哈，在那个 Python 里面哦，如果要放多个资料的话，除了 list 之外，另外还有用到一个叫什么 triple 哈，那个 triple 的话呢，就是你如果假设把这个中括弧呢改成小括弧的话，哎，你会发现哦，前面有讲过。 如果你把它改成小括弧，你把它输出的话，你会发现它告诉你说，哦，你这边变成 triple， 那 triple 跟那个这个 list 哈，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？在哪里？中括弧变小括弧嘛。好，当然不只是这样了哈。第一个符号不一样之外啊，第二的话就是说呢，你如果是 list， 它是可以读存取、可以读写，就是可以去修改里面。 变数里面的资料，但是如果你用 triple 的话，它是唯独的，差别在这里，只有在这个地方唯独的。那唯独的好处是什么？它的存取速度一定比较快，但是缺点是唯独的，就是只能读不能写。OK， 好，所以这地方差别在这里啊。不过其实你们现在一般用途啦，说真的哈，那个效，因为 CPU 跑太快了，说真的哈，你目前如果实在不想记太多，你干脆记一个 list 就好了。 另外一个可以暂时忽略没关系，好、哦，其他还有像什么呢？还有个叫，如果你把这个括弧哦，还有个哦，如果你把它变大括弧的话，哎，你也可以玩玩看，就会产生另外一个哦，你如果把它执行哦，你就会出现有一个叫什么 set， 哎，特别重要 ，set 又是另外一种资料形态，不过目前也是一样啊，哈、哦，我是觉得 set 用到的机会也很少，所以哦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那本书里面有相关 set 的说明。 现实在用太少了哦，所以什么时候用到了？我想有需要的话，我们再来讲好了。OK， 好，不然有时候讲太多，有时候你们也不一定记得起来。大概就是这样的方法 run 一下。再来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跟上个礼拜一样，比如说呢，我希望在前面哈，假如希望加一个什么，哎，我希望因为这样子输出看起来不清楚。如果我今天希望输出什么哦，那个，比如这个是资料形态。
啊，一个冒号，比如说我希望这个 print 的叙述是完整的，那我们习惯是什么？资料形态串接，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字串，串接一个它的资料形态在这里，哎，那理论上看起来好像 OK，有没有？输出应该是资料形态冒号，哎，它是一个 string，好，然后底下也是一样，资料形态串接什么呢？哎，把这个 type 输出，啊，不过呢，你会发现哈。好像会发生跟之前一样的状况，什么状况呢？就是啊，他告诉你说，嗯，不行哦，哎，特别注意哦，以后你要慢慢习惯看懂下面的东西，不要因为看到红色字就很紧张。因为我发现很多刚开始不太写程式的，看到红色字了就感觉好像肾上腺那个哈，突然整个就会有那种抗，整个人，因为常常就同学他我说你答案就在那里啊，你为什么不看一下？老师，我这边错了，说答案就在那里，你看一下，他会告诉你，他会告诉在哪里几个句子。第一个，你错在哪一行，有没有？line 七很清楚啊，就这一行，OK。所以呢，哪里错，他已经告诉你了。第二个，为什么错，下面会告诉你，type error 有没有？后面是叙述，这个是它的标题，后面是你要做一些改变。所以以后啦，哦，假设你 Python 里面啦，你要遇到类似状况，大概就知道怎么改了。有时候大概90%以上问题都可以很简单解决，而且 type error 这个最多。好，哦，啊，我发现大部分同学遇到的状况都是这样。那我知道一下，哎，他跟我讲说 must be string not type，哦，原来 type 也是一种形态。所以怎么办呢？你就把它转型一下。啊，怎么转还记得吧？哦，在这边呢，你就把这个 type 把它前面加一个 string。有没有 str 前括弧，再加个后括弧就好了。OK，啊，一定要一对哦，括弧不能少一个，因为常常同学加了前面忘了后面哦。OK，那这边把它再加一个，因为其实第七行会错，第八行也会错。OK，啊，另外呢，哦，它这个错了，它这个叉叉哦，它有感觉好像会裂格，明明你已经改正确哦，但是它会过大概好几秒钟，它才帮你把叉叉恢复。所以有些同学哦，比较敏感的，就马上看到那个叉叉，就觉得这个老师怎么哎啊，前一秒呼叫我，后一秒啊，老师跑了，好，啊，没事，所以他会有点慢的哦。不过你不要紧张，因为你慢慢习惯，你可以不是他就是会有这种开发，他会，所以你要了解他，你就会开发起来蛮愉快的。你跟他相处了蛮，因为你要教他做什么，他就帮你做什么出来哦，怎么写都没关系。好，那这边把它直接执行一下。那你会发现呢，最后做出来的就会是我们要的结果，资料形态后面的话串接它的形态内容，其实也是把 type 转成 string 做输出的动作而已哈。那其他这个 x4 的话呢，因为我这边只是把它改成不同的括弧形态，那会可以学习。不过最重要的，我跟各位讲哦，最重要目前的就是一个 list，所以哦，你就暂时其他的两种你大概知道一下，书里面有讲，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。如果暂时用不到，你也许先摆着吧。哦，我觉得有时候太记太多，对于 coding 不是一件好事。有很多同学记太多，最后反而混在一起，搞不清楚。OK，所以请各位哈，先试着把这个 type 哈部分把它做出来。另外的话，待会哈，我们接着要继续来看那个后面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观念，然后做逻辑判断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哦。